到你，却又无尽泪泣。长烟落日山河浊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，要是不喊住我的话，我早就结果他的狗命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可他是杀手啊。我看不像。不像。这次我们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而且我现在的身份已定，再派杀手来刺杀，那无异于告诉朝廷他们就在幽州。我们的对手绝对不会这么愚蠢。那他为什么要一夜闯店呢？在绛漳县，你为什么要深夜闯入驿馆？这么说，他到这儿来是有话要说。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此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幽州呢？
一只，怎么了？大人，吏部600里加急文书。哦。这公文写些什么？狄仁杰被封为幽州大都督，总理州内一切军政要务，不日即将到任。什么？狄仁杰不是奉旨祭扫北都吗？怎么会又突然来到幽州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狄公乃当世名臣，精谨过人，大人，您可要做好准备呀。幽州暴乱，李二失踪，现在狄仁杰又要来，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。这就是大柳树村吧？按照地图所示，应该是的。村里怎么这么静啊？好像没人住啊。哦，哎，大人，那边有个人，快去。人吗？奇怪，刚才明明看见有人呢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扶出来，大人，我来，来，出来吧，慢一点。大嫂啊，听我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官军。你们不是军爷？我们是过路的，啊。哦，是啊。哎呀，老人家，你们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来呢？迷路了，所以就走到这儿来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小玲啊，快出来吧，来，快到这儿来。饿了吧？啊？这村里还有多少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村里的男人们都造反了，逃进了深山里，就剩下我们这些跑不动的老人。娘们儿还有孩子，昨天晌午，官军来到村里，见人就抓。我们娘儿俩是躲到炕洞里才逃了过来。今天我们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，才出来找吃的。大嫂，哎，你到各家去看看，看看还有多少人，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，啊？哎呀。万一官军再来呢？哎，你们放心，有我呢。啊，你一个老人家能顶什么用啊？你别看他是一个老人家，能顶得上千军万马呢。啊，这是真的？是啊，他们只要来了，看见我就会跑的。哦，你别是土地爷显灵吧？啊！
对对对，我就是本方的土地，这两位是我的随从，我听说你们受难，就到这儿来看看你们。啊，快快给土地爷磕头，给土地爷磕头啊！快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！啊，起来。那大嫂啊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啊，哎，哎呀，土地爷显灵了，大家快出来吧！告诉上面，我都知道了，让他们也一切小心。好，去吧。啊，都清点好绑结实了啊！好，好，紧点，紧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慢点紧啊！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干！马五，哎，哎呦，老板，您可来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就等您了。告诉上面，现在风紧，一切要小心。明白。这是给金木兰的信，快去快回。都弄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啊，齐队。啊，老四吃这个。哎，小姑娘吃啊。哎，土地爷，您怎么不吃啊？我是神仙，不用吃饭啊。老人家，嗯，你们这村里就剩你们几个人了。你能和我说一说村里的人为什么造反吗？啊，土地爷，不瞒您说，这造反的不光是我们大柳树村的。哦。啊，我们附近呢有八个村子，属我们大柳树人最多。那两年前，突厥人打破了幽州城，派兵到了这里，把粮食钱物都抢了个精光，最后啊，还要我们跟着他们走。这起初乡亲们呐不干，突厥人就动了刀枪，这杀了好几百号人呐，这乡亲们没辙了，保命要紧呐，他只能跟着突厥人往关外走。哎，这没成想官军又打了回来，赶跑了突厥人。本来我们想这下可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可谁知道那个当官的一见我们就瞪着眼睛说，我们跟着突厥人那就是背叛祖宗，是负什么来着？哦，负逆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词儿。哎，就这么着把我们关了起来。我记得后来朝廷下旨大赦，还发了慰抚款呢。哎，您真是土地爷呀，什么都知道，您说的一点不错。我们被关了半年以后啊，朝廷大赦就把我们给放了。哦，那笔慰抚款发到你们手里没有啊？慰抚款别提了，我们到县衙门去要，太爷一见我们就瞪眼睛，说我们跟着突厥人那是犯了大罪，哼，不杀头啊就算是好的了，还想要钱，说完了就把我们轰出去了。哼，这大伙心里憋气呀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不给就不给吧，那回家种地算了。八个村的人这么凑合在一起呀，总共还有不到300人，大家商议着都到我们大柳树来，相互有个照应。真没想到回到村里，地保赵四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地被县里没收了。
地也被没收了。是啊，你说这还让人活吗？啊，这凭什么？是啊，当时大伙就炸了窝，跟赵四理论。可赵四仗势欺人，带来县里的土兵，把几个带头的都抓了起来，狠狠地揍了一顿。乡亲们不干了，要到州里告状，便推挤了十几个人，请人写了状子。乡亲们啊，为他们凑足了盘缠，第二天就来到了幽州。没想到这刺史大老爷啊，更狠，连话都不让说，撕了状子，抓了人，说是负逆刁民，聚众闹事，那是要砍头的呀。徒弟爷，官家是不让我们活了，我们没钱没地，那我们吃什么呀？难道说就眼巴巴的看着这三百来号人饿死啊？这是官逼民反。老人家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为你们做主。徒弟爷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暴风雨要来了。深秋竟有这么大的雷雨，真是四时不正啊。若不是你自己在幽州现身，想找到你还真不容易。蛇在外面。哦，请他进来。是。
回来了。嗯，我马上就要走。第二呢？中了我的蛇毒，应该已经死了。这就好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你可以轻松一点。狄仁杰为什么放弃甘南，直奔幽州？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可我们行事一直非常隐秘，可以说从没有留下任何破绽。从没有破绽中找出破绽，这就是狄仁杰的过人之处。哦，能得到你赞扬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吧？是的，狄公之能天下仅此一人而已，所以你们行事一定要加倍小心。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悠闲？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紧张。狄仁杰呢？他也不会。那我呢？里外。哦，对了，那份名单怎么样了？我的手下已经按照刘金的名单四处联络了，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怎么了？你好像不高兴了。没什么，你真想做皇帝？你不喜欢吗？你是个女人。武则天不也是女人吗？我倒宁愿和你一起离群所居，闲云野鹤。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。但愿这一切都没有白做。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，你会抛弃我吗？不会。如果我死了呢？除了我，谁也不能杀你。也就是说，想杀你，就要先杀死我。我想你。
这么晚了还出去了？我解个手。大人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呀？我睡不着啊。我想这样，明天我和静辉回幽州去，元芳你就留下照顾村里的乡亲们，要保证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。您放心吧。三天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去幽州，到时候会有人接你们。大人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？静辉啊，哎，你看，这是马都灵，可以入药。啊，空山新雨薄雾生，好一派山中气象啊！大人，嗯，咱们走错路了。哦，那边才是东，这条路是进山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向东走啊？哎，您不是说要回幽州吗？哦，我又改变主意了。难得出来，我想在周围多看看。哈，我们的大队人马这两天就要到了，如果找不到咱们，恐怕又要生出枝节来。金辉啊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已经嘱咐过他们了，一路之上要慢慢的走，越慢越好。啊，大人，嗯，我真是越来越佩服您了。哦，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。哎，现在说这话还早，幽州这潭水很深呢。走吧，谢。马五。嗯，哎呦，姑娘，你可来了。这是金木兰的回信，你收好。回去的路上要多加小心。姑娘请放心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放心吧。啊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走走走。哎，好，走，来走，走，起来，起来，快快快，哎，来走。哎呦，好了，进不来在吗？正等着你呢，快去吧。嗯，好，快点。什么？啊，这是弟兄们把附近翻了个遍，没有发现李二的尸体。这怎么可能？
主人，蝮蛇从来没有失过手，他的话应该是可以相信的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找不到李二的尸体？也许不用也许了，除非见到李二的尸体，否则我谁也不相信。是，如果说他没有死，那么一个身中剧毒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药。对，所以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绝对不会待在荒山里等死。这样，你即刻通知方谦，让他出动官军，挨村挨户的搜查，再派出我们的人盯住附近所有的药铺，看看有什么人出入。记住，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大人，您看，是个乱葬岗。不像，似乎是个村子的坟地。那怎么会有这么多坟茔啊？确实奇怪。有人吗？哎，二位找谁呀？我二人在山中迷路，行至此处天色已晚，想在贵处借宿一宿。这好、不敢白住啊，穿资奉上。嗨，山里人家借宿是常事，只是算了，二位进来吧。哎，二位别站着，坐吧。哦，好好，请回啊。二位贵姓啊？哦，我叫怀英，这位是我的侄子敬辉。小哥尊姓大名啊？哦，我叫陆大友。二位是做什么营生的？为什么走到这深山里来呀？我二人是走方的郎中，为了进山采药，所以才……您是郎中？是啊。哎呀！您给看看，他是不是死了？怎么样啊？别吵，这位是郎中先生，能治病的。还有脉搏。先生，那能治吗？此人脸色紫黑，脉象抠涩，像是中了剧毒。星宿是蛇毒，蛇毒怎么会这么厉害呢？没把握，只能试一试。嗨，您就死马当活马治吧。对呀、啊。金辉啊，你和大友帮我把他扶起来。哎，thank you.
吊门，快去弄点热水来。哎，还有救！来，大友，扶他躺下。哎。水来了，哦，给他擦擦。哎，大友啊，我出去了。哎，就对付了吧。哎，大人，啊，这是什么？野菜，吃的。嗯，他们就吃这个。民生多艰呐。金辉啊，你是贵胄子弟，久居朝堂，不知道生民之苦啊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他们的口粮啊。唉，想不到老百姓竟然吃这个。吃吧，啊。嗯。嗯，大友啊，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饿。什么呀，先生？大友啊，吃啊！哎，大友啊，嗯，屋里那位病人是你的亲戚？嗨，我啊，就小凤这么一个妹妹，再没有别的亲人了。您说的，是里边躺的那位吧？嗯，其实啊，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哦，那这是？哦，是这样，今天早晨本想赶个早上山能打点什么回来，可是走到半道的青石沟子，就看见这个人倒在路边了，我一试还有口气儿，就把他背回来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先生，您真有本事把一个快死的人都给救活了。哎，现在说这话还太早了。明天早晨我开个方子，你到镇店上去抓几副药回来，让他吃下去，看看情况才敢说能不能把他救活啊。哦哦，大友啊，啊，吃。先生，您还没吃呢。哎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啊，这，哎，让你吃就吃吧，大小伙子吃这点哪够啊？吃吧。啊哈，大友啊，嗯，这里是不是年成不好啊？哎，先生，不瞒您说，山里人靠山吃饭，大山就是个宝啊，野兽、药材、林子，哪样都能换俩钱混顿饱饭。
从前我们靠山这几个村子算不上富裕，可也是衣食无忧啊。再加上这儿是深山，道路崎岖，几次战祸都没有波及到，所以外边人提起我们这儿都羡慕得很呐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们的日子怎么会过得这么艰难呢？靠吃野菜度日。哎，两年前官府把山给封了，附近的人谁也不许上山，抓住就杀呀。这是为何？官府的事儿谁敢多问呀，一不留神这脑袋就搬家了。哎，那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呢？官府啊，以青石沟子为界，山上是绝对不许去了，山下倒是不进。可山下能有什么呢？只有些野菜野草，运气好能碰上只野兔山鸡，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，凑合着过吧。可没想到山刚被封上，附近又开始闹鬼了。什么闹鬼？哎，离这儿70里地有个姚家铺子，以前呢是一片乱坟岗，谁知道一夜之间变成了个镇子，镇子里面有房有屋有铺子，可就是没有人，白天阴森森鬼影不见，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了。刚开始附近的村民好奇，就三五成群的去看，可没有一个回来的。这人丢了家里能不急吗？于是附近几个村的上百号壮小伙子约好了，带上锄头铁锹木棍一起去。结果呢？都没了。没了。